要寒14天。今天我媳妇还想吃生煎大虾呀，好吃吗？好吃，上瘾。给我吸一个，我看你能不能吸成功。哎呀，哎呀，我媳妇真厉害。嗯，今天这酒味有点浓啊。你酒放多了吧？得喝醉啊。喝醉了好。哎，真入味儿啊，真好吃。好吃你就多吃点。嗯，吃不完呢。那个社主任怎么跟你说的？嗯，社主任说你的都是你的问题。我明明听到说跟我没关系，说不是我的问题。咋没关系呢？就是你的关系。谁关系谁知道？哼，我反正我一点问题没有，我身体倍儿棒。那社主任吃嘛嘛香。社主任，我都听见了说的话。社主任说你吃一副药就好了。你啥时候管安排药？一会儿。嗯嗯，厉害厉害，脱得完美。那吃吗？行。这虾脑是不是能吃啊？虾脑不吃，靠我这边啊。你这西宫就不行，你就说你西宫也不行，还有那啥，要不然能找社主任看病啊？好吃，太好吃！社主任，嗯，替我瑞吃这配菜，咱好好治病啊！上一个小胖丫头，这酒味好浓啊、哦！我会不会醉啊？是40来度的酒，嗯，还是50来度的？50多，小丫头，我喜欢丫头。哎呦妈，你这不行。